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喺呢个视频，我哋会为大家分析否白，怎样用自然排位喺全球 Google 攞到比较优越嘅位置。呢个页面系 Intel 嘅 ，YouTube 每一分钟查看有130万 ，Google 有200多万。喺视频个观赏，每一年系以倍数增长。呢度系。作为大家分析到每一分钟互联网里面产生的变化 ，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视频，我哋要分3日唔瞓觉先可以将佢睇晒。Google 查看有200多万，域名又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，邮件每一分钟有2亿通。喺呢度大家可以睇到个数字系多么惊人。YouTube。是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，有很多朋友在这里透过这个平台赚到很多钱。我们要怎样利用到这个平台呢？在接下来视频的内容会为大家剖白。我们打一个关键词，Google Hippos。这个关键词是工业里面用的，是一个热转移印刷机。这家公司是香港公司 Google Press， 它在这个页面它排第二，排第一排第二它经常调来调去的，但是这个位置都不重要，它的 重点就在于它下面 Google 和它冠名拿到两个简易搜寻，这个是用钱都买不到，它是用时间经营回来。佢呢两个连接带出嚟嘅所有都系佢个相关视频，我哋点入去佢其中一个视频。咁喺呢度，我哋再会翻转头睇一睇。喺视频里边，10个连接佢占咗8个，翻去第二个页面，全部都系佢嘅。第三，全部都系佢，有一个，两个唔系。一个唔系佢喺咁嘅自然排位里边，佢占嗰个位置嗰、那个比例咁高，佢喺市场营销里边，佢确确实实冇什么可以担心。但系有个问题，佢呢个行业比较窄，佢喺 YouTube 里边个官方频道，大家可以睇到，基本上 YouTube 同国内嘅视频好唔一样。佢基本上冇屏蔽大家嗰个联系信息，其他相关嘅信息係完全开放公开嘅。所以如果当人客对呢台设备产生兴趣，佢喺呢度就可以找到一啲联络，同呢间公司联络采购。喺呢个过程里面，所谓经营，佢係要用心将佢呢个平台，将呢个信息发放俾佢啲朋友。或者在市场里面做一些 EDM， 让海外的朋友可以透过关键词看到他的事，而不是打他公司名去找他的事。所以要用心经营才可以得到今天这样的效果。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一个研讨会，在5月20日在香港工业总会，3点至5点我们举办第一场分享会，大家可以到这个页面下载参加表格。同时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平台，如果大家要面向国内市场，我们这个平台是大家的首选。我们保证在大家的广告视频广告播放的过程里面绝不加插广告。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的，大家不妨跟我们咨询一下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